今天到那个内湖哈，那个在那个毛潭啊，然后再回来那个这里三中，三中这里哇，个等时啊，明天就是早上从我们三中这延吉这边啊，物流这边出发啊，到那个桃园那个永雏那边。已经陆续打包装叠成箱的物资，预计会在明天中午之前呢送到桃园进行后续的出口报关作业，再分由两个航班两天的方式送出，预计9月1号就会抵达狮子山共和国。